应该还是比较传统的女儿武装，大唐神木再配化生的一个阵容啊，问题不是很大。先拉防御圈，打得比较稳。是的。其实一般来说，封印蚩尤的环节越稳，它反而越快。哎，是。但是还是一样的问题，就是你前面状态铺得多，一下就被龟墟给吸走了，用处不大。嗯。就是当然反正你先铁野兽第二回合再去杀猴子也来得及，第一回合其实有很多队友现在也会可能是不是考虑就直接先把猴子杀了再去选择这个铁野兽，因为直接就开扫啊或者怎么样也行。但你野兽的话先就删个呼一轮，只要你这边比对面后土快，那得比后土快， 对、嗯、你扫过去的话应该是差不多了，没什么问题的。对，那这样这把是不是直接拉金刚扫过去？嗯，你看你密润已经没了啊，哎，已经被收掉了啊，破血来觉得伤害够了，嗯，那换回去了有点小贪，是换了28000，但是其实他暴击也不够的话，是不是就算扫了也差点？那我就四扫可能还是会比破血来的有机会一点吧。真的是有机会。嗯，看一下还有没有，因为已经掉了一只善恶了，你说这把到头了就三个是恶帽，4000呼37003412不够了，不够。但善恶这么呼啊，对面换血换的啊，换血换的快，对。但是你这样的话一样，你自己宝宝掉的快啊。看这把你有没有金星？没金星的话，就直接三号直接给五龙给什么林就可以。对，化生了要开始叠人心了。是，武装可以补一把桶。嗯，反正也不是很着急。哎，有金星很舒服，可以。顶个大有藏神，嗯，来看一下，直接开扫，重新铺伤害，对，你看，哎，那就够了。那这样至少保宠方面，或者说宝宝掉就不会那么快了。是的啊，那其实宝宝掉的快与慢呢，其实对于比赛，就是说这个打过来的这个速度来说，还是比较影响比较大的。看一下下一个目标，嗯，到底是公公还是祝融？嗯。其实先把那个雨师或者说先把蛟龙杀了，先把那个就是状态先保住也行，因为毕竟输出扑过来也不能说直接把官方给团灭了，对吧？你看这把就得收全部的状态，当然这个回大堂休息好像不可能一回合直接把对面的雨师呼死。是，杀全民了，就是保状态，这边的争议状态的话保得住，不用就是老是被驱掉了。对，这样子杀的整体的效率会快一点。哎，是，看他这把侵蚀给谁吧，诅咒哦也行，反正这个也是单体的，也差不多，反正就是先来这俩嘛。那都直接上诅咒来杀了，是，我感觉效率应该会很快。是是的。那我估摸着是不是得2到3诅咒？可能化那个武装化生女儿村是不是都带的呀？有没有可能？嗯，抽10000。还有法莲吗？没了，没有。状态全没了，一会儿都给吸走，全部没收。掉了13000、14000、18000、17000多、20000、20000扫过去差不多了，全吸完。而且对面后土这回也是最后出手，这把换不了血，对，扫死了，扫死肯定能扫死，扫不死什么灵的话也能跟伤害。但如果他头上不顶珠了，如果扫不死就换了，他换，对对，所以说这回天无应该是必倒了。嗯，是的。不过这把对面瓶子是吸官方女儿村，应该就吸到一滴了。哎，影响不大。等会儿看一下要不要考虑把雨师给按掉，化成补个宝宝。女儿直接喝的酒直接精掉就行了。嗯。金掉给武装卡个药，是，对，没什么问题。反正那法防虫也在了，速度还挺快的啊。或者你金青，你化生先不出，你直接把女儿啊舍了也行，对，舍了也可以，舍一把。那要不就先不出了吧，因为已经吸到一滴血了，先舍了也行。对，因为这把还得吃一个全屏秒。再诅咒哦，直接杀他去了，5200，不想吃这个。20000血，20000血，这好像必吃吧？
而且他大唐在休息啊，大唐休息两万，那就是三万了，嗯，对吧？这个活好像没太算明白。对，嗯，你看他武装也有组织，我估摸着可能化生也有，但是化生能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到后面，前面还是先补血为主。那下把金青可能在武装手上。嗯，是的。哎，不一定，因为他扔过一把诅咒，不一定够。嗯，虽然说只要32，但是因为你扔过对吧，也没吃很多的伤害，不好说啊。这把是有几个雷电标记，我看大唐有雷电标记，还有谁啊，好像只有大唐啊，那就啊，那就只挨一个单位，那也就还好，雷不到其他人。飞控，嗯，封进去就行。有了啊，那看来刚才愤怒也不少。在火上，那大唐这回合是干啥了？没动，是破血愤怒没够。那他也没有什么负面状态啊？没有啊？对啊，没有啊。没动啊。封天来八回合了。那说实话，清了这俩怪之后，后面这个阶段好像。稍稍慢了那么一点点啊，打的稍微有点分散，或者说，是不是这个阶段的话，我还是觉得先把玄冥按倒。哎呦，你看他是挨个来试试，你看到没？挨个来试试，武装喝一瓶。嗯，哎，八千先把一个输出按倒。啊，后面的现金已经掉了12000了，但是下把就被活满了。嗯，除非球变到那个谁身上，变到瓶子上，不然的话好像死不了。再勾10000，那么武装正好有金钱，对，有金钱喝酒。嗯，是。等会儿看看要不要这把，我就先不惊，继续扔诅咒。哦，不对，这把别扔诅咒，大唐不动的时候就别扔诅咒了。嗯，啊。反正到最后这把最后是对面会直接全封上，全封上。不放金青也可以，你把武装的这个我们说小锁解掉，对，稳一点就可以。对对。哦，好像也啊，对，解掉也行，嗯，或者说直接顶个大金，不解下把直接女儿给个舞龙直接惊了就行了。对，嗯，也喝啊，盾上，行。哎，顶个大金就够了。这边有，也有，那两瓶酒。当然了，这个回合结束之后还是得进去的。连了有没有机会暴击？上够，但是不够，那应该是被活上了吧？对，是换了啊，刚才是换了，是的，先换的，嗯，后土比神灵快，嗯。哎，那下回合再配合扫，应该蝎子精直接就没了。哎，人开人开人开武装武装精。球在吸血鬼身上的话呢，影响就不是特别大，只不过这个回合就等于是因为女儿也在里边，就是控不了对面的风系。嗯，那蝎子精这回扫死了，应该扫死了。嗯，早点把玄冥压了，让那个那就换个逆吗？可以，还是怎么说的？混元散好，这个放生逆放盾了，他不会哦，那没有这样直接开。这些都是伤怀宝。哦，那反正就直接把蝎子精先压倒就行。我是觉得可以考虑早点把雨师压了之后就把状态开始慢慢拉起来了，不然的话等会儿他变身之后的话呢，你所有给到的状态又被吸了。嗯，不过还是挺这个阶段的话相对来说又快起来了，就基本上来说也是发现了也别在大堂休息的回合去扔诅咒扔太多，因为会被瓶子换掉，因为毕竟瓶子现在还没倒嘛。是，哎，那么我就配合着，或者说我前面一个回合我先压一部分伤害，然后大唐出手的话我就直接来收也行。大唐这回出不了手，嗯，踩轮子，看一下要不要先封对面的一个出侵蚀，要不也别惊清了，直接把对面的哦还是惊了，也行吧，侵蚀赶紧想点掉。哎呦，难受。
因为你慢呀。所以我刚才就想说，你们说要不封过去，封过去，宝宝来解。哎，对，但这样的话就等于是这青石白案。还有青石白案。没办法，哎，也没事，反正现在来看的话还是很稳的，局很稳，啊。一般不稳的都在第二节了。我是觉得只要地厅给上渡劫就没有问题，当然你的速度别调太慢啊，有的时候会被对面呼过来，这对吧？哎，只要是地厅的速度是能够在对面先出手的话，就问题不大的。在对面后土没换完血，嗯，已经倒下这么多了，嗯，是挺快的，对，挺快的了。然后封印这个，我们说雾中仙再把共工扫掉是，还是说看他怎么想吧。就是如果按照他刚才的集火的目标来说，这把应该是先杀棒晶，嗯啊，那难道要把雨石留到这么靠后吗？那你金刚和防御圈包括武装血灯怎么去补呢？金刚先拉上，那这样把它直接扫掉，伤害很高啊，有暴击，那这样的话刚刚好，直接够。而且这把因为是对面的瓶子，这把换不了血，所以说也就还好。给武装顶黑玉了，蓝下这么快吗？这要吸回去。嗯，是1万5。那可以蛇满吧，蛇满，蛇满吧，蛇满武装喝一瓶，蛇满武装喝一瓶。哦，那可能上塔够。再换八千，哎，把玄冥压倒，就基本上可以考虑一下后面。第二阶段可以提前开始运作一下了。嗯嗯。先把地厅出起来。对。但也不能出太早，因为出太早的话，灵法可能会过。灵法没了。对、哎。反正就剩下两个怪的时候，就可以开始考虑了啊。因为有诅咒的话，就等于是有变相看血的这种操作在，所以说，对于血量的一个计算呢，相对来说也会精确一些啊。对吧？可以开掉给个金青。嗯，开掉给金就行了。扔给化生也行，因为化生是一定够的。武装他刚上了一个塔没喝酒，是不是也可能有塔的这个24也够，都行。宝儿大堂出手把雨石扫掉就可以了。哎呦，哦、有青石可能直接就空切了。嗯，上塔，那是谁？怎么说？就是还是直接单开大堂。啊，就是两个开两个，哦，也行，一样，五龙，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嗯，换死了吗？还没，挺快的。嗯，是的。觉得青石伤害够。嗯。嗯，状态又要全收了。嗯，你这样还是得封一下雾中仙。对，但是血灯啊、金刚啊这些的又要没了。4000、16000，这边还能换血啊。哦，换到的哦，已经换死了。他这把的话是雨师血量更低，16000宝宝只要不出善报，好像直接就呼死了。对，恶报够了，够了，还有一只哎，善报、哎，再来，还行，刚好够。好，那就剩下这俩了。那其实这个时候呢，稍微有一点点，他换了15000啊，换了15000，要不这把就是先把雨师清掉，你再去拉地厅，不然的话你这个渡劫是给不上的。是，不着急。哎，是。现在才第二点灵元啊，16回合，速度很快了。嗯，很快。看来
这个小乖乖的警开。诅咒六千，现在还是个满血状态，两万四。法防，拉金刚，两万四扫加抽宝宝根，是不是就？哎，大唐这回合是又没动啊？那看来是有什么说法，对吧？对。难道他就是用冻明草的？啊？因为他不想踩轮子嘛。那我觉得也没必要啊。还不如半天呢，是吧？那不是，那不是，那就直接扫完了，就剩一个怪兽，你下把这个回合你就拖地听。对吧，除了大唐之外的单位拖地厅其实也不是不行啊。我觉得用大唐去看冻明草有点浪费，反正我感觉挺奇怪的。嗯，是的，也有可能是不是因为你、这个、确实除了冻明草之外、嗯、我觉得没有什么操作是操作不出去的。嗯，不，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玄冥钢是抽了一下大唐，但虽然说我们看不到是什么情况，是不是有可能是让动不了啊，还是咋样的，没封过不敢乱说。再诅咒六千，打的还是比较分散，再诅咒四千八啊，就是一个满血状态。对，三诅咒，你看果然三诅咒，这样直接扫死。那边的话三千八就是四千，四四一万六，不到一万六千血，一万五千两百。然后这样的话基本上下回就要开始考虑换地厅了。是，嗯，两个豹掉了五千多，哎呦，还好是善豹啊，善豹五千多，还有一万血，还有一万血。这把吸三个，就是有吸完有一万三。看一下这把要不要换地，换地就等大唐出来再换一只，基本上就可以诅咒加进去了。嗯，来了，嗯，差不多，嗯，比较快啊，问题不大，换一下，哎呦，吸回去一千，他打四千，吸回一千二。我想渡劫的话，这把渡上其实所有的地厅单法都出手好像就够了，再加俩诅咒。对，嗯。大唐的话平 A 也好，或者说用那个什么偏红也好都行，反正三个单法过去他撑不住的。是，嗯，干将也没问题啊，干将也行，都行，怎么着都行。那差不多了，估计两到三回合之内啊，这个封印蚩尤的环节也将会结束。点个大灯，点个海，小塞，嗯，渡劫保谁？保的是二啊，扔剑一样，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六千，嗯，没多少血了，抽死了，结束了，进来了。哎，涅槃，好。这渡劫的是几号来？二号。二。嗯，哎，这个时候蚩尤用什么技能？哎呦呦呦！嗨，这居然还能被封中了，哎、武神怒击，那就没事了。哎，没事，那就没事了。嗯，是武装就没事了。是，就是可能真阳令旗是不是没了？嗯，真阳令没了，应该没啊，看能不能贴得住。有点悬。哎，有点悬，神不神？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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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没有办法了。但基本两两敌，两敌，因为地厅多嘛。是的，嗯。这个封中了可能也加敌了，所以说影响也不是特别大。再顶一个苍神就怕出事啊。缠珠，大唐扔一剑在哪里？女儿加了两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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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也加了一敌。是，嗯，这个不影响。好，出开始了，可能直接你这个地厅不是比猴子慢，被猴子连击、那可能直接就够了，可能直接就够了。哎，两万九。问题不大了，三万了，这已经四万多了、哎、过半了，过半了，嗯，还有别的轮子，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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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嗯，轮子还连了、嗯、小法，哎、问题不大，我感觉他没秒完啊，没秒完，肯定没秒完，肯定没秒完，是这个不是七轮就是八轮，就是八，对，不是那个七就是那个八，是，那么我们这个老朋友蚩尤也是再次被封印，嗯，要不要轻车熟路啊，嗯，成功封印蚩尤，刚封过不久。哎，那今天晚上过了十二点，梦幻节奖励也是又可以领了，可以领。哎，是的，这是兔年最后一次被封了。当然了，是我们2024的第一次。哎。